桃园市长参选人从林智坚换将郑运鹏，那如何尽快整队，那让北北基桃连线发挥效益，以及院长曾力挺林智坚，那现在他退选，院长支持他的决定吗？那会延揽林智坚入阁吗？以及有人说就是论文抄袭，那是不是应该要先道歉再争取清白呢？选举本来应该是比较候选人比较政见，但这一段期间因为论文而整个选举失焦，节奏也都乱了。林智坚为了争取自己的清白，他退选而要去力争，这一点我们予以尊重。而民进党立刻提出在桃园最资深、对地方中央最了解而历练完整的郑运鹏还守为公，这是正确的决定。我们希望选举应该来就个人、就政见好好的来讨论。那我们也希望台湾的选举向上提升，大家一起来加油。